啊！别去，你去干嘛？我回去拿作业。星辰，拦住那个火箭！放心，我已经锁定他了。干嘛？品哥玩的溜了。我去追小品。把作业交出来。看我，金钟罩！你小仙泉不可能伤害我。喂，好期待！放开我！我抓住光头了。没事，把这里修好再走。